葉璇出席電影記者會，她在新戲裏面和古天樂飾演夫妻，但是就被老公告發搞到坐監。那你在現實裏面有沒有試過被男朋友出賣啊？可不可以講下發生什麼事呢？出賣都有的，都有的，是啊，我想都有。當然沒有令我坐監啦。即不要說具體是什麼，導演寫這件事是很真實的，我們現在很多人都有，就會感情和工作是分不清楚咯，即感情上很忠實於你，工作上可能會背叛你，出賣你這樣。如果男朋友曾經背叛你，你會不會接受回頭草啊？接不接受回啊？看情形啦，看幾喜歡他。對於曾經同你傳緋聞的學王陳國強入主 TVB， 有沒有人找你回娘家拍劇呢？這是商業秘密來的。又沒什麼大所謂幫哪間公司拍的，其實哪間公司哪個劇本好拍哪個，一視同仁的。